也是 BLACKPINK 的粉丝，所以我有买19号的演唱会票，明天要来看。对，所以你就是已经喜欢 BLACKPINK 多久了？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，然后2019年就有来看第一场，对，今天是第二场、啊。所以你已经追了他，追了好几年。对，超久了，超久了。对，所以是喜欢他们的跳舞吗？还是都蛮喜欢的，歌曲的风格，然后还有他们的人个性，然后他们带给我的能量，都蛮喜欢的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 Jenny， 所以你是喜欢他们，所以后来有练舞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就是因为算是喜欢韩国的文化，所以后来就有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些舞团，对，所以今天才会来这边表演给大家看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 BLACKPINK 他们说？你说对 BLACKPINK 说吗？希望你们今天在这边好好玩，希望你们有喝到珍珠奶茶跟吃到地盘。对对对，我以为你们。